白痴，若是本少遇到危险，体内自会有五道分身出手解救。好。五道分身是什么？五道分身是五皇级以上的强者凝练自己的五道意志，将其打入他人体内，一旦遭遇到生死危险，五道意志便会激活斩杀对手。哼，阁下还真是吹牛，谁知是真是假，你大可出手一试啊。荒谬！诸位，先前老夫好不容易找到这中心阵法的一些端倪，却被此人干扰，也不知此人是何居心。不会破解便直说，还被干扰，实在是可笑。哼，就你，若你能破阵，老夫拜你为师。哎呀，收你为徒着实有些玷污本少身份，不过收你为奴嘛，倒是勉强还可以。这样，只要本少破开这阵法，在这黑丝沼泽中，你便做本少奴仆如何？那你若输了呢？我若输了，随你处置。主人，哼，一言为定。请吧。此地应该是一个天然法阵。你能看出这是天然法阵？这么明显，白痴都能看得出来好吗？哼，认出又如何？关键是要如何破解。天然阵法有大有小，眼前这法阵与黑丝沼泽一方天地融合，属于大阵，想要强行破开几乎可能。这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这么清楚？就算你看出来又如何，若是破不开，依旧要任由老夫处置。谁说本少破不开？你看，这不就破开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现在阵法已破，阁下是不是履行约定，成为本少的奴仆了？你怎么，阁下是想耍赖？只是在废墟上开个口，那老夫也做得到。行，既然诸位不愿意承认在下所为，那就自己想办法好了。小兄弟，我们虽然对阵法不甚了解，但也看出阁下已经将这阵法给破了。对，我们都是见证人，就是阁下获胜。作为大师，还不快拜此人为主？洛英，你。